如果你跟我们一样都是从台湾来新加坡当幼教老师，可不可以交到朋友呢？ Another day, another symptom。来新加坡当幼教老师的 Wendy， 那这个频道呢是分享有关于新加坡海外幼教师、幼儿园生活大小事，以及这一路上我追梦的成长故事。有没有看到我身边多了两个朋友呢？没错，今天我们一起出来吃饭。那借由吃饭呢，我来录一个主题，就是如果你跟我们一样都是从台湾来新加坡当幼教老师，可不可以交到朋友呢？我们来访问一下我旁边的这两位从台湾来的幼教老师。这位是 Niki。 嗨，欸，你超出镜头外了。嗨，大家好。这位是 Mia。 嗨。 OK， 那我有准备一些有关于来新加坡当海外幼教老师能不能交到朋友的一些问题来问你们，准备好了吗？好了。好了。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来新加坡工作有多久？我十个多月。八个月。你八个多月。一个十个多，一个八个月。那我是差不多，我跟他一样，同一个时期。对，同一个十个多月。对，十个月。好，那第一个之后，第一个要问的是，你在新加坡有交到朋友吗？有，一定有。一定有。有的，有的，有的。那你呢？你有交到朋友吗？那我想问你们一下，你们来新加坡大概多久之后开始交到朋友？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一来几乎我们都提早一点点来嘛，然后之后就开始上班，所以我觉得朋友都是从我的朋友啦，比较多都是几乎都是从同事然后变成朋友，就是可能上班就是会有聊天的时候啊，然后就是这是上课不专心，上班不专心，没有，不是休息的时候可能就是聊天，然后互相就是关心生活什么的，然后就会发现哎，有一些共通点或者是共同的喜好这样，然后慢慢聊更多话题之后就变成朋友。那你呢？我朋友在新加坡，可是他回去了，然后他知道他在新加坡的朋友认识。所以是你原本来新加坡的朋友回了台湾之后，然后那个新加坡回去台湾的朋友介绍朋友给你认识，对，然后你们来新加坡之后就见面。对，我来新加坡就跟他见面，他就来找我。然后你说到你爸爸是在这边的半个协同，新加坡。我爸就是新加坡人，他不是半个协同，他是新加坡人，他是有半个协同。我是一半新加坡，他是半个协同。我爸新加坡人。所以你在这边有亲戚？有，爸爸的亲戚都在新加坡。了解。然后还有什么管道？还有就是教会啊，教会上面可以认识到很多朋友。对，如果你有在台湾有教会的话，其实在新加坡也可以参加教会。对，然后也可以从教会认识朋友。那同事呢？同事有？同事也有啊，就是你们不就是我的朋友？对，对，我们是同事关系。对。我们是、我们是同一个分校，我们是同一个学校。好，我们说一下我们什么学校应该没关系吧？可以啊。我们是在 eBridge， 就是一桥幼儿园，然后一桥幼儿园有很多分校，然后我们本来是不同分校，各自不同分校。没错。之后呢，有一些故事就调来调去，之后我们就变成同一间分校，很巧。对，那我来也是，就是第一个刚开始认识的朋友也是从同事。我觉得同事是最快的，你们生活在一起，就是我觉得一天生活当中最多的就是工作时间，没错。所以就是会在休息时间聊天啊，然后就开始兴趣啊，喜欢做什么事啊，就会开始发现大家的兴趣，然后变成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开始拓展你的朋友圈。这个没有 Q 有 get到？有，可以。好，那我要问一下，你们来大概来多久开始认识到朋友，然后拓展交友圈？感觉应该其实蛮快的，可能多久？一两个礼拜其实就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因为同事每天都相处在一起嘛。然后其实你只要
表现，就是你有带面带笑容，面带笑容，然后你可以，你就释出善意，让对方觉得你是可以亲近的。那大家自然而然就是休息时间的时候，或是任何在学校碰面的时候，都会就是聊个一两句，说哎最近怎么样啊，还适应你的生活吗什么的。所以其实大家其实都是蛮有，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出来外面工作，大家都很友善，友蛮友善，对大家都蛮友善的。所以你只要愿意释放出你的友好的那种感觉，大家就会觉得哦，就是我们可以一起聊天，一起做什么事情这样。那你大概来多久才开始认识到朋友？第一个礼拜吧，就会第一个礼拜，因为我朋友的朋友就来找我。对，然后就会一起出去，然后我来第一个礼拜就去教会，认识很多新朋友，然后认识后他们就会找我聊天啊，然后就会交换 IG， 然后每个礼拜都会见面。对，这个人是一个两个礼拜，这个人是一个礼拜。那你呢？我呢？我几个礼拜？我觉得朋友对我来说有分类，就是刚开始当然会有，比如说一起出去吃饭的朋友，但是真心的朋友还是真的需要一点时间啊，可以了解彼此是真的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我来这边差不多也是两三个礼拜后，慢慢融入了学校的生活，然后开始可以有忙碌之余聊天的时候就会认识到朋友，大概也是两三个礼拜后开始认识大家。然后到有发现真心的朋友，差不多也是在一个月之后，一两个月之后这样子。对，其实如果你也是想要来新加坡当幼教老师的话呢，你在烦恼我会很孤单，我会交不到朋友，江江这两个人两个礼拜，这一个人一个礼拜就认识，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没有那么难。对，但我现在要来讨论一个话题，就是有过渡期嘛，有一个过渡期，就是你会觉得在没有认识朋友的时候有那个孤单的过渡期吗？还是会有啊，因为毕竟还是来国外生活，就是你踏出了你的舒适圈，所以你要重新认识新的人，那可是你还是有得自己要处理的事情，就比如说你要去办一些电话卡，或是有关于身体检查，这些你都是还是要一个人完成。因为就算有朋友愿意陪你一起，那可是如果有一天他就是这么刚好有事情没办法陪你的话，那你就是还是会有一个人的时候。对，你有遇到就是过渡期，就是很孤单的一个人的时候？就刚来的时候啊，我会一直烦你我就说我好想家，我好想台湾。对，他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遇到挫折，然后也是会想家吧，很想家，因为刚来一定人生地不熟，然后其实离开了身边的父母，然后还有原本认识的一些朋友啊，熟悉的人事物，遇到挫折当然会很难过，但是只要就像 Niki 刚刚讲的，只要你愿意去主动跟别人说，然后释出友好的关系，我觉得人是有温度的，就是他也会互相帮忙，然后加油打气的。对，我那时候给他这样打他，超多的，然后他就是哦，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回台湾，你好不容易来了，你很勇敢，你在坚持，你只要跨过去了，你就会收获很多。然后他这样也默默过了多久了？八个月。那我很好奇耶，就是你们不会觉得很害怕吗？就是一个人过来，你们是怎么克服刚过来，然后要克服一个人在海外工作的那种心情？心情哦，就是你们不会担心你们来这里交不到朋友吗？然后要重新认识耶，你们不会害怕？那你们怎么克服，就是让自己有那个勇气？其实我好像不会害怕，因为本来就是觉得已经要出国，一定就是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所以当初其实也没有想太多，而且我应该，对，我就不是本来就不是那种怕生或是不敢交朋友的人，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趁机会多多认识新的环境新的人就蛮好的。但是当然因为有还是有一个人的时候，所以还是会觉得说哦，好想要就是找个朋友一起出去，就不管就算晚上散步什么也是想要有一个人陪这样。但是后来其实久了就觉得其实一个人有时候真的也蛮好的，就
是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不用太在意就是自己的衣着或是什么妆容什么之类，就是可以很 free， 就是很邋遢，走在路上没有人认识你。你呢？你是怎么跨越？就是你一个人要来工作，然后你是怎么让自己有那个勇气，可以去面对新环境，然后认识新朋友这件事情？你是怎么跨越？怎么跨越呢？我觉得就是顺顺走过去，它就会过去了，就是没有特别跨越嘛。就是我觉得就是人要跨出舒适圈，就是在台湾就是很习惯就是同一个家里，然后这一次借由来新加坡就真的搬出家里，然后又搬到国外，然后真的住在外面，自己一个人打理全部，然后自己一个人洗衣服啊，然后收理就是整理房间，就是。虽然感觉有点像灰姑娘的故事，就是手到自己的，就是我觉得就变很独立，对，就是自己有一个很棒的成长经验。我觉得统整一下就是以上的内容，我觉得多少你离开舒适圈，然后你坐下要来追梦，来新加坡海外生活当幼教老师，一定要有勇气。就是第一个，你要先确定你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如果这个目标够明确的话，我觉得很多后续的问题对你来说就会有那颗很勇敢的心去克服。对，但是当你逼自己跳脱出去的时候呢，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嗯，因为我觉得刚开始想象都蛮困难的，就是最难的是你跨出去的时候那一步吧。没错，就是当你跨出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人跟人之间是会有温度的。没错，首先你一定要先主动，然后主动的去试着跟别人说话。对，要先试好。至少要让大家觉得你是可以亲近的一个人，就是可以聊天讲话这样笑笑的，你不要那种可能板着一张脸臭脸或什么的，大家就你只要愿意笑，人家就会觉得哦你可以亲近，你就可以开始有更多的互动，然后先跨越自己的那一条障碍，然后你要先决定这个目标，这个梦想，新加坡当幼教老师这个梦想你到底要不要去做。如果你要去做了之后，你就要给自己那个勇气，你认识朋友的时候你要主动微笑示出善意，然后也要主动的去关心朋友，对吧？差不多关心朋友，然后互相帮忙吧，我觉得互相帮忙的。那你在新加坡有认识到什么国籍的朋友吗？什么有什么国籍的吗？有国籍，有新加坡籍的印度人，有新加坡籍的马来人，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应该菲律宾，因为同事有马来西亚、菲律宾，然后马来人跟新加坡的当地华人，还有其实还有很多台湾人，对，台湾人其实也蛮多，台湾人很多，所以你其实可以有认识到这么多种族的朋友这样子。好，那如果你以后呢想知道有关于更多新加坡海外幼教师，记得订阅、追踪、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祝你生日快乐！第二个愿望呢，希望新加坡可以赚很多钱，但是同时又可以。